各位朋友，大家好。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最怕的呢，就是不懂经济的领导人当家，这样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一场深重的人灾。1949年，中共的五任领导人当中，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相对算是懂经济的，而在懂经济的领导人当家的时候呢，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还比较好过。毛泽东和习近平就是根本不懂经济的领导人，这样不懂经济的领导人当家，中国人一定就要迎接一场过苦日子的人灾了。先说毛泽东，比如说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这个大炼钢铁、全国总动员一个目标，就是根本不懂经济的人提出这么一个很奇葩的想法。在毛泽东提出大炼钢铁1000万吨的时候呢，有人曾经提出呢，只要用大炼钢铁这个一半的钱，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买到2000万吨钢铁。可是毛泽东根本就不算经济账，他只算政治账。那什么是毛泽东的政治账呢？其实就是他的好大喜功嘛。毛泽东提出这个大炼钢铁1000万吨，就是他个人一个好大喜功的想法。除此之外也没别的政治意义，所以毛泽东他所谓的政治账，就是要实现他这个好大喜功的政治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结果呢，搞到饿死几千万人，不得不黯然收场。现在中国这个疫情防控，习近平也提出一个好大喜功的政治目标，叫做疫情清零，而且还要全国总动员，一定要把全中国的疫情都清零了。这也是根本不懂经济人想出来这么奇葩的想法，在这么一个疫情清零的政治目标之下呢，一旦中国哪里出现一个病人，整个小区都要封闭。西安其实不过也才1000多个病人，整个西安1000多万人的城市就要全城封城，搞得整个西安是天怒人怨，完全就是一场根本没有必要的人灾。如果有一点经济头脑的领导人，他就会考虑这件事情的成本和代价的问题。那么花这么大的成本和代价，即使是实现了疫情清零，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不叫做丢了西瓜捡芝麻吗？可是习近平这样不懂经济的领导人，他从来不考虑做事情的成本和代价，完全就是要为了他那种所谓好大喜功的清零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实现它的清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这所谓疫情清零呢，就是一个仅仅是习近平个人的他的好大喜功的政治目标而已。这个目标能够让中国获到的东西，其实中国人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除了习近平个人他的面子之外。可是经济问题呢，是涉及到整个中国人的生活的大问题的。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想，那么习近平这个清零目标就是一个小芝麻，而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大西瓜。但是，习近平宁可丢掉中国经济这个大西瓜，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捡他的那个清零的小芝麻。所以，这种不懂经济的领导人当家，他净干那种丢了西瓜捡芝麻，所谓得不偿失的事情。那当然，这个后果呢？就是中国人就要迎来一场过苦日子的人灾。更可悲的是呢，这种独裁领导人，他搞这些好大喜功的大项目，出了错误还不允许别人来提意见。比如说，当年1959年，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希望毛泽东搞的这个好大喜功收手，结果是激怒了毛泽东，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根据国内传出的小道消息。据说呢，不久前栗战书学彭德怀也给习近平提意见，结果是激怒了习近平，马上也被抓了。当然，这个小道消息呢，可信性是完全没有保证的，我本人也不太相信，姑且把它当做一种传闻听听而已吧。但不管怎么说，习近平不听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这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还有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这种独裁领导人还会提出一些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相反的口号。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有个很著名的最高指示，叫做"抓革命，促生
进而发展成为文革时期一个有名的口号，叫做"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的上去了"。有点稍微的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革命和生产那是完全根本不相干的两回事。你去抓革命，只能是影响生产，不可能去促进生产。可是毛泽东偏偏要说，抓革命可以促进生产，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这完全就是根本不懂经济的人拍脑袋想出来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口号。但是呢，尽管这样，中国还是要在毛泽东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进行所谓的经济建设。那当然就要把生产搞得一团糟，不可能搞好的嘛。后来，1978年11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来，把党的中心任务转到生产建设上来。彻底否定了毛泽东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这个口号，不再抓革命了，只是促生产，所以后来才有了中国的经济起飞。如果邓小平他继续延续毛泽东的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方针的话，那中国的生产绝对是搞不上去的。现在习近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样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他的思想啊，其实和毛泽东差不多，他是把政治放在了经济之上，一切以政治为中心。习近平给各级领导、各级干部布置的工作都是政治工作，没有什么经济工作。现在中国各级官员抓政治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抓经济所花的时间精力。那么，在这种政治第一、经济第二的大环境下，那中国经济怎么可能搞得好呢？中国最近又不断出现类似的文革口号，这个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的说法。比如说，不久前陕西省的文化旅游系统叫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党史"，号称呢以学党史教育可以促进文化惠民。再比如，陕西省宾州市提出抓实党史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其实就是文革时候那个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翻版嘛。你说去学党史这种政治学习，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只有相反的妨碍作用。可是现在习近平也学毛泽东啊，说是要加强政治学习，就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了。那这样就让中国的经济走到邪路上去了嘛？你这样搞下去，中国老百姓恐怕又要面临吃不饱肚子、吃不饱饭的这个人灾了。因此呢，不懂经济的领导人当家，他就会造成三种灾难。第一种灾难呢，就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好大喜功的政治目标。比如说毛泽东提出这个大炼钢铁，习近平的疫情清零。而且他们还要不惜一些代价去实现这样的政治目标，这样就给国家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第二种灾难呢，就是提出一个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政治口号，比如说毛泽东说这个抓革命促生产，以及最近类似的所谓学党史促发展这种把这个政治放在第一，经济放在第二的这种工作方式，必然会严重的影响到经济发展。那么第三种灾害呢，就是不懂经济的领导人当家呢，他重用的也是不懂经济的领导干部，要他们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比如毛泽东时代，让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半文盲的陈永贵去当副总理，而且陈永贵的待遇还很高啊，经常要会见外国客人。当年让这个半文盲的陈永贵去会见外国的大学校长和教授访问团。这简直叫做羞辱斯文嘛！而且陈永贵出国访问时候，邓小平副总理这些人还要亲自到机场去迎接，那陈永贵他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毛泽东重用陈永贵这些文化水平低、不懂经济的人当副总理这些重要的职务，你当然不可能把中国的经济搞好了。现在习近平重用的习家军，基本上也是属于那个文化水平低、不懂经济的政工干部。所以，习近平团队来治理中国的话，我们肯定不会指望他们能够把经济搞好。当然了，习近平本人他也不重视经济，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即使是搞生产，也要放在抓革命的次要位置，不会把生产放在第一的。
也就是说呢，中国再次出现了习近平这种不懂经济的领导人当家。那么结局呢，也应该和上次毛泽东当家一样，最后一定要搞到大家都吃不饱饭，甚至要饿死几千万人，时候才能收场。所以呢，如果今年真的是习近平要连任的话，那大家就准备好饿肚子吧。好，今天先说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明天见。